你们是最闹最疯的一个。是吗？疯吗？疯。完了，我不晓得有多疯。It's time to live it up. 我本来我还笑他。我。对对对，是对的，是对的，静姐是对的，你要习惯了，好奇怪呀！我每天负责的就是笑啊。我们的菜弄混了，你看两个一模一样的汤，他们是不是写错了？请随意是什么意思？请随意。你哪弄过来一盒菜啊？那里写着请随意啊。请随意是请随意煮。我在打呼了。带走带走带走，先走右脚右脚右脚，慢走啊。六七走。你不熟，我也不熟。我就是那种说没电马上就没电的那种人，这儿错那儿错，这儿错那儿错。哦，那一切。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，因为我已经觉得他很优秀了，就是我会有一点不明白他为什么哭。我觉得要哭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吧。结果我和比比笑的最多，所以我们就给我们的组合取了一个叫"熬哈哈"组合。